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，又回到我们部落打荒野乱斗的游戏时间啦。那我们今天呢来玩我们的吉恩喽，今天来看一下能不能爬它爬高高。那还蛮多观众朋友说，哎呦，两百倍很难吗？我跟你讲啊，对你们来说可能不太难啊，但是对哲平来说的话，还真的是有点难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先来玩一下吉恩哦，然后玩的是我们的矿山模式。今天的话是有斜跳台的那个矿山哦，我还蛮期待再遇到我们的那个就是那个矿车矿山的，还蛮期待的。我们这场的话是有爆再加上大妈啊，所以补血阵或是地雷阵的话应该都可以使用哦。哇塞，这吉恩，哇哇哇哇哇，这对面是双炮阵型哎，就是那个杰西再加上佩妮哦，会比较麻烦一点点，尤其是那个佩妮一直在用扩散弹啊，哇被拉走了，哇直接被射死。我这边的话，我刚刚忘记我在玩吉恩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我要放大招，就哇大招是拉人啊！我天，好没关系，我们这边的话可以做事，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拉到那个最多矿石的，没问题，拉到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豹你怎么不打他、啊？我刚拉回来就豹没有在那边，如果一起打的话，应该是可以顺利把他给击杀，蛮可惜的。哦，真的好，哇，满满矿石哎、欸，快帮我解决他！可以可以，我们这边的话抱着地雷做事情了，顺利直接吃到九个矿石。刚刚那个放在那边太关键了，哎、欸，这边要小心了，先打掉佩妮啊。过来小兔兔，这个拉得好啊，太好了，这边的话应该是无后顾之忧了，一定没问题。这个取得大硬币了，12个啊 ，nice。我觉得这边的话，我们的队伍配的还不错、哦，就是一开始我有拉到一些了，然后呢的话是靠了爆的那个地雷哦，直接把他们给炸死，太厉害了，没问题哦。好，再换我们的荒野生死斗模式啦，今天是补血菇的好不好？又是补血菇啊、哦，最近还蛮常玩补血菇的，来看一下能不能拿到我们的大硬币哦。这边开场的话，旁边就有一个箱子，但是里面有一个啊。罗莎哎、欸，那姐姐不要过来哦，拜托，罗莎卖鬼来哦，我们好好谈好不好？一人一个，我一个嘛，你两个好不好？你赚好不好？我不跟你抢啊，你也不要跟我闹。一开始碰到罗莎还蛮可怕的，他直接过来猫你，大概就死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草丛有没有人，应该是没人啊。好，都没人哎、欸，我觉得其实吉恩还不错哎、欸，因为吉恩这样可以用那个扩散弹来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人。真的是还蛮好看草丛的人哦，宝莉是等死了啦，还在那边一直丢，一直丢，一直丢，一直丢嘞啊！我看你是没有看过吉恩哦，好，没问题。然后刚刚看上面好像有一只罗莎吧，剩7个人，目前都没有战士哎，感觉鬼鬼的，好不好？哦，有罗莎杀人了。然后那边有一只罗莎，会不会就是那一只啊？8个方块哦，太神扯了吧！我们现在等11个人，我们再准备要不要开战？我觉得这个8个方块我有点打不赢，一定非常的硬哦。先躲远一点。哎呦，旁边又是罗莎，不会剩下全部都是罗莎吧？这边还有5个人，剩下4个人全部都罗莎的话，应该会蛮精彩的哦，罗莎大乱斗。好啊，大家都不杀人啊，现在都在等唯一一个哦，有弹射，然后弹射在看草丛咯，我们后面一点点。哦，太好了，罗莎杀了那个老麦，然后现在刚刚看到2只罗莎跟我们一只吉恩，然后还有一个弹射，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阵型了。然后左边有一个罗莎，那个罗莎好像也还蛮多的哦，小心一点点，他们在打了。没人啦，哎，妈哟，你看不到他了，哇，9个方块哎，这个罗莎，先杀他好了，我没有，结果我是最先死的，我的天，就那9个方块应该会被弹射撞到哦，没有，上面那个罗莎应该把他干掉了，哇，可惜，啊，完了，哎，哇，结果最后是弹射赢，想都没想过哎，太好笑了吧，哇，可惜，不过我们这边有拿到大硬币啊，所以也还好哦。nice， 只要能拿到大硬币就没有问题了。
好，接下来换我们的金库攻防战啦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对面是有罗莎的，所以要小心一点点。我们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的队友是保利加达里尔哦。哇，结果保利先丢了我这边一个酒瓶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好，这边的话罗莎就过来了。对面是有老麦再加上保利的，所以是双炸的那个局面哦。好，我们这边保利是过来了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开打。反正我们这边三个人都在打，然后他们不熟嘛。不要杀人，快来打，拜托，快来打，我们这边会打出他们，快点！这拼手速的时候了，各位。我们三个人在这边，怎么可能打不赢？我们真的要打输了。这场的话呢，我们是卡尔再加上达里尔，都有尔，好不好？双尔阵型。然后这支弯的话，地图是还蛮崎岖，蛮多水坑的啦，所以应该蛮适合达里尔的、哦。那对面是豹，再加上老麦，还有卡尔。哇，直接被卷死哎！哇，我直接被老麦给炸死，然后老麦这边直接丢了一个大招，哇！这边的话呢，达里尔是顺利的打死了豹，应该可以过去打蛮多滴血的，应该是可以哦。这边跟卡尔一起打败老麦。好，这边的话是顺过来了，准备要打那个塔，88-86。这豹应该是要过来丢地雷的，没有错的话。他丢地雷，我们就不要去踩就好了，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好，解决。那边还有一只卡尔。好，没问题。这边的话拉过来打死，我们这边就可以打蛮多滴血的了。然后等卡尔去转转吧，快转快转，快转快转，我们这边很 OK， 转快转。哦呦，又有大招了，疯狂转哎，卡尔龙卷风哎，哇塞，卡尔龙卷风卷卷卷，我们这边活了还蛮久的哦，没问题。他们还有一只卡尔好像在打我们的那个金库啦，没关系，让他打。我们这边是64-33，我们血量优势。哇，卡尔龙卷风超猛！好，没问题。这边的话，在他地雷还没爆炸之前呢，先把这个金库给打掉，我们就不会被打到了。看龙卷风真的很厉害哦，直接打爆没有问题，拿到大硬币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模式的话是我们的机甲攻坚战哦，又可以来拉拉机器人了，好久没拉了。来看一下这场的队友会是谁？哇，这张地图我好像也没玩过。这场哇，双坦阵型啊，法兰克加上罗莎，这张地图我好像也没玩过、哦，也是蛮崎岖的、哦。感觉机器人就要拉到一个距离之后呢，它就会很难走。对面也是有罗莎的，然后还有那个布洛克跟那个老麦哦。哇，法兰克真的是超燥的耶！哇塞，就是要玩这种阵型啊，才会爽，好爽啊、哦！超坦阵型哎，螺丝都是我们在吃，我们不能吃半个。好，我们再吃。哇，没有，他这边的话直接把我炸死，好吧，让他们一个螺丝没关系。还说要全吃，怎么没有全吃啊？我的天！好，四级机甲来了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，基本上那个罗莎可以扛嘛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机器人拉出来，蛮厉害的。先等机器人进去。快打哦 ！Nice 哦，我感觉一次就可以打赢嘞。哎呀，快走快走快走！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。好，太干得好。哎，不干的不好，因为我这边可能会挂掉。哇，直接挂掉，果然还是要留一下法兰克他们活着啊。所以刚刚其实留我没有什么太大意义，因为我还是很薄，被打爆。哇，这边的话可能要被他们掌握所有的那个螺丝钉术了。不过对面的话也只剩下11了，所以应该还好。哎、欸，哇哇哇哇！11%血量，罗莎开大进去解决，太厉害了吧！哇，太神了太神了，罗莎真的太神了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好了，我们今天顺利的打到我们4000杯嘞，哇，慢慢的在往上前进了。
太厉害了吧，罗莎！他刚刚直接无视那个塔的攻击，直接进去开大招，直接去回塔、欸，好恐怖哦！这角色真的好恐怖哦，好恐怖哦，真的好恐怖哦！好了，我们今天晚上这边啦。我如果喜欢电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点喜欢度、全责评频道、看 ID 哦。那每天中午12点跟晚上5点半跟晚上9点都会有影片哦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啦。那我这边下一部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啦！